一只白鹤出生在了西伯利亚的河边，它睁开眼，看到的只有它的父母和一望无际的苔原，还有一个破碎的蛋壳。妈妈说，这曾经是它的哥哥。于是，它成为了这150公里内唯一一只白鹤雏鸟。这只幼鹤叫自己小飞，因为爸爸说白鹤都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，有10000里那么远。接下来的日子很平静，小飞在这里能见到的只有父母和苔原。小飞大部分时间都跟在父母身后，学习着觅食等生存技能。他最喜欢的娱乐是在自己的这片领地上闲逛。小飞试图和这片土地上所有看得到的生命玩耍，但他最想要的还是一个白鹤的朋友。他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别的动物都有同龄的伙伴，只有他是自己。苔原没有答案给他，只有呼呼的风声和湖面上自己的倒影能给他回应。不过最近小飞没有时间好奇了，天冷了，他开始换羽。爸爸妈妈很兴奋，开始给他安排了飞行课程。过了没多久，湖面开始结冰，小飞一家要去更暖和的地方过冬了。一路上有越来越多的鹤群加入他们，这群白鹤的队伍渐渐壮大。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长途飞行，他们终于抵达了鄱阳湖。这里很大，也很热闹，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鸟儿，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同族，还有很多亲戚。这是伯伯，这是姨妈，这是表姐，这是堂哥，这是总之很多很多的亲戚。小飞已经很久没再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发呆了，他遇见了像他一样的幼鹤，有了很多很多的同伴。今年这里的食物长势并不理想，不过因为有了伙伴的陪伴，对于小飞们来说，这个冬天也不会太过难挨。世界上仅存4000多只白鹤，它们绝大部分会长途跋涉从西伯利亚飞到鄱阳湖越冬。白鹤的平安之旅不在一时一地，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，在沿途万里所有人的关爱。